期待已久的健身环总算到货了。期待已久的健身环总算到货了。主要的内容就是任天堂 Switch 游戏软体 Ring Fit Adventure， 还有 Recall 跟腿部固定带。包装盒上就有写的它内部的主要内容，有一些图示。健身环大冒险的游戏光碟，应该也不是光碟，就是游戏片。这个就是腿部固定带，还有这个健身环。